接下来下面一位要邀请到的，讲着台湾跳 house， 绝对不会不知道他的名字。除了 house 之外，也深耕 hip hop， 还有 UK jazz 很多种的风格。来自 Improvisation and Dalubus 我们的孝颖老师。 真的是熟男的魅力哈，不只是舞蹈，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气场就是不一样。